抽奖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把的 A 级生存空间很小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哇！给个助攻啊！还行吧，法力游戏袋打出来了。给口汤喝也行啊，汤都没有，谢谢麦盒蛋的甜甜。我们攒了25的法力流系袋，还行吧。谢谢老韩只看不给钱1/9的中奖概率了啊，来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聪明的墨菲特来一手。等一个法力流系袋抽他一下。石头人的抠啊，不要说是有些兄弟就犯一个错误，就是什么的呢，有技能就交，有技能就放，那是不行的。等一下法力流星袋你会星，哎，两个都好了，放一下攒一下，放一下攒一下，蓝不够了呢就用小饼干回蓝。石头人前期蓝一定是不够用的，你不出水晶瓶。谢谢充实频道的飞机1/10了。拍地板，等一下。攒个皮。再扣一下。拍地板。爆车。抽一下，这没办法支援啊，这都不支援，他不去我们也不去。尿啥子啊，这波等个升四级再抽他。他已经把药用了，我们连药都没用。我只用了一个小饼干，免费的。出来了，再抽一下接走位，没走开，小问题。等个75点蓝，然后扣他，扣他以后把饼干吃了，正好是0点蓝啊，吃的小饼干。这爆车我得吃了，好，法力流系袋已经满了，他只能打点我的皮，谢谢改名真能中奖。还有50秒开奖啊！我的妈呀，好痛啊！压了，吃个药吧。谢谢雪洛西。
不让回家吃个药。没蓝，哎，谢谢大鼻子露珠，这家伙我差一个啊。大包女为啥才四级？等级好低哟、哦、差不多，现在蓝应该够。小反甲配一个红宝石，我们也不交传送，他不交，我们也不交。可以小剑魔300块一个溜溜球，嘿嘿嘿。插个眼儿的，我的炮车，哎呀，哥们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救一救啊！害嘴呀、啊！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！先扣他，给大开地板，辣！可以杀鳄鱼，可以杀。这边艾特没在，我来，我来，让我来开地板，打死他！打我莫菲特，打我莫菲特，你不必死？头拍地板，这个鳄鱼不是很聪明啊。有皮孩了，你这就这么个小剑魔，你说你扮，你说你扮猴有啥用？有啥用？有什么用？一点用都没有，只选择逃避，能行吗呢？只会逃避，人生之中也是一个只会逃避的人。莫菲特回家了，玩个不费蓝的英雄，连个石头人都压不住，你说，哎，真是地狱！现在我跟他打，他都打不过我。你跟我打啥？
这你咋这么打？你说你咋这么打？靠！你是真恶心吗？啊？这啥伤害呀？叫人是吧？是不是叫人？我交个闪好了，这波不是很赚的。好意，死了！不太聪明的雷克顿，谢谢天涯老夫。是头死的。雷克顿干什么去了？雷克顿打野怪去了。傻样儿嘛，你说你连石头人都打不过，半猴有啥用啊？剑魔能被石头人给单杀，我他妈都没听说过，咋回事呢老弟？那小老弟，交传送了吧？我不回家了，我也没有大招，我们就不去了。最好是有大了再去打团战。出个兵权回家。这 ADC 死的也太惨了。我要给你写个惨字，我只能给你写个惨字，我的兄弟。先把剑魔杀了，然后我们先撤啊，不着急。这边开始打团战了。泰坦都死了吗？
进四个人，把峡谷先锋打了。为什么泰坦是塔杀呀？不应该是我的人头吗？我都给他大起来了。来是把上路一塔拔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，回家了。先来个小冰心儿吧，把这俩卖了，再来个这个，现在出大冰心儿，大冰心儿狠。山脉亚龙，山脉亚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啊，我需要两条山脉亚龙。孙亚龙，我的妈！傻逼！交闪现！这么两个玩了，还要杀我！我的天！先跑，莫菲特赶紧撤 ，Q 开地板，哎，第一给我杀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上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着咳着。把小龙拿了。这其实还是有伤害的，你 A 我不敢 A， 我有大了，够够够够够够，哎呦，这 EZ 的异形啊，会异呀，这 EZ， 这一折 real， 我的妈呀，这都是些啥呀，六十秒一个大，现在下路他们守，我们守上路，马上这有传送，我马上到，兄弟。咻！往哪跑？往哪来？
钱这咋整？玩啥啥操心？打啥啥爆炸？就说明我们就根本就不是这分段的人，有点欺负人了。我说句实话，有点炸鱼了，兄弟。薛飞是有点惭愧呀。谢谢宇智波管坤的飞机，整个深渊面具可以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深渊面具是什么出的呀？现在怎么没见到这装备呢？吃了呀。啊，吃完饭是立刻吃的呀，我喝完那汤我就立刻就吃了。哦，这不吃晚上再吃吧。我抠你呀。谢谢金龙的脚皮。打大龙吧，要我说。咻，全给我死。吃我一根，来，我给你们扛塔来。我那一马是怎么死的啊？跟那剑魔打的，剑魔叫人儿，小犊子从塔后边杀我。不是 MVP 呀，被人偷袭了那一波。